尘世的一切都在慢慢退隐，即将消逝，所有的景致仍然沐浴在金色的阳光里，但有些东西已经开始蒸发，我不知道那是什么。我想说，没有任何事物比这一时刻更加珍贵，只要体验过不可言传的飞行之爱的人都会理解我。这段文字是《小王子》的作者圣埃克苏佩里在《人类的大地》一书中对于飞行的描写，在上世纪30年代引发了无数人对于飞行的遐想。幸运的是呢，在今天的美国，这样的美景不仅可以在书中读到，你也可以亲眼体验。今天的走进美国，我们就要带你去看一看拿到自己的飞行执照究竟是怎么一回事。学开飞机的第一步是找到合适的学校。美国境内大大小小的飞行培训学校有数千所，您可以在联邦航空管理局的网页上搜索拥有资格证的航空培训学校。我们选择了在马里兰州的华盛顿飞行学院，在这里大大小小的飞机有数十架，但是联邦航空管理局规定，私人驾照持有者只能驾驶12500磅以下的飞机。此外，在参加私人飞行执照考试前，训练飞行时数必须在35到40个小时以上。华盛顿飞行学院飞机租用和教练指导价格为每小时185美元，也就是说，如果您的学习效率高，在这里拿到私照的费用可以限制在7000美元左右。这样实惠的价格吸引了世界各地的人们来到美国学习飞行。哈里·克雷默是华盛顿飞行学院的首席飞行教官，他告诉我们，去年这里有100多个学员毕业，大多数都来自国外。在很多其他国家，学习飞行是非常昂贵的，而在美国，这个价格相对便宜得多，而且也更容易。很多国家的空域和机场是由军方管理，因此限制很多。此外，他们还有可能需要自己购买飞机进行学习，甚至购买其他器材，而这些在美国经常是免费的。当然，也有一部分人群学习飞机并不是为了职业需求，而仅仅将之作为代步工具。我住在爱荷华州，离这里有1200多公里，而我的工作在这里，所以我决定不坐商业航班往返，而是自己驾驶租来的私人飞机，这样更快，而且我随时能够出发。不过，不论目的如何，来到飞行学校的第一件事就是 Discovery Flight 体验飞行，也就是让你亲自驾驶飞机，在教练的指导下上天开上一圈，体验一下汤姆·克鲁斯在电影《壮志凌云》中的帅气。我的第一堂飞行课马上就要开始了，心情特别的激动呢。学习飞机的第二步就是熟悉飞机，教练给你讲解仪表盘，并且让你尝试各种简单操作，这样可以更好地了解飞机运动的原理。接下来就是学习基本技术，主要是两部分的技术，一是运动操控，包括慢速飞行、几种不同类型的失速、大转弯、模拟迫降等等；二是起飞和降落，比如普通起降、软地起降、短跑道起降等等。除了操作，和空管沟通也非常重要。即使对于母语为英文的人来说，也需要好好学习和熟悉一段时间。熟悉了飞机的操作和基本的沟通技巧以后，教练会让您单独飞行几次，然后您就可以参加考试，拿到属于您的私人执照。好啦，任务完成。We'll have her driving an airplane before she can drive a car. 此外，除了私人执照，还有更加高阶的飞行执照可以供您挑战。We can do private pilot up to airline. 我们提供从私人飞行到航空运输的各类执照，包括私人飞行、仪表飞行、商业执照、多引擎飞机执照以及航空运输执照。这种执照允许你驾驶航空公司的客机。Advanced flight instructor ratings that you can earn here.简单的程序和相对低廉的学习费用，使得获取飞行执照的人在美国越来越多。截至2015年底，约17万人拥有私照，另外有12万私照飞行学员。
腾云驾雾，翱翔天空，已经成为普通人触手可及的体验。看到这里，您是不是也有些心动了呢？美国之音鲍荣、张伟、陆毅、马里兰报道。